大家好，我是吴凤，这位是世界上最漂亮我最爱的老婆。大家好，我是这位浮夸先生的老婆 Rene。 前面的部分我听不懂，什么微酷吗？浮夸啊，我有那么浮夸吗？没有吧。我算是穷奇，然后在家里老婆忙的时候，我很想要减少她的身上的负担，而且呢，身为一个男人，也是台湾女婿，我是觉得男生要买智慧家电，一定会减少老婆的负担，这个部分很重要。在家里的那个 smart technology 越多，老婆的生活越快乐，是不是这样，老婆？你要确认哦 ，OK 吗？对，而且再加上你的夸奖，就是不管对方做什么，你就会夸奖他嘛。然后再加上买智慧家电不要手软，那你们婚姻就不会有问题。怎么分配？我觉得老婆很主动啊。老婆，因为有时候在家里，我在剪接的时候，我很忙的时候，老婆在真正的在整理我们的衣服等等，马上可以进去这个洗衣服的过程里面。但是我也看到，我老婆要准备洗衣服的时候，我也不想要让他这么的孤单嘛，我还是要帮他拿一些那个我们的脏衣服啊。我跟老婆说，这个可以吗？我可以带那么多的脏衣服放在一个篮子里面，过去阳台，因为阳台我们有共同洗衣机，还有我们的干衣机。那个时候呢，我还是需要老婆的帮忙，因为他对这个 smart technology 的那个功能比我还更了解。我觉得 LG 对我们来说是蛮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刚结婚的时候租房子，那个时候家里有一台 LG， 后来呢我们的婚姻越来越快乐，我们当了爸爸妈妈，我们买了房子，意思就是我们的生活升级了，结果 LG 也升级了，现在我们的房子里面有更多更多的 LG， 让我们有点想到过去，觉得哇，他一直陪我们到现在，这个是我觉得是让人蛮感动的一个过程。而且呢，现在 LG 有周年会员日，买越多省越多。而且你知道吗？现在全馆指定商品88折，两件还有85折起，还有快闪产品最低65折起哦。我懂老婆的意思，我帮你买，要不要看？要。Let's go。这台车我知道哦，你看哦，它的质感很美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圆的，360度，每一个角度可以过滤空气啊。而且你知道它的滤网啊是 HEPA13K， 有效过滤 PM1.0 的悬浮微粒。可以，扣在里面。扣袋。买。这台哦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我知道这个，这就是我梦想中的电子衣橱。是啊，很厉害哦。你看哦，它的功能非常多，杀菌、除湿，还有除臭。我知道啊，像女生的衣服皱皱放上去还可以除皱，可以啊，而且它可以防一些尘螨啊，而且你看它可以放安全帽，是啊，当然了。还有你看这边哦，看到没有，这边你看可以当那个裤子，西装裤超帅的，啊，好好哎，看很有质感哦，漂亮吧，对，可以哦，买一台。刚刚看了这么多的智慧家电，老婆应该选好了你最喜欢的吧？我最喜欢就是你啊！哎呀，虽然 IG 没有出老公，但是我就是永远的 smart 老公哦，智慧老公。算，哎，选好了吗？告诉我。电子衣橱，对，空气清新机，微波炉，冰箱，还有最小的耳机，我都喜欢。哎呦，意思是通通都要啊，跟我一样，通通都要。各位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忘记哦，不要对老婆小气，一定要大方一点。谢谢老公，让我进入智慧生活，就从升级家电开始吧。应该的，